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:13，涨66点，今天最高涨到163点，两天388点，最后一盘又是压台积电，台积电最后一盘跌了7块钱，谁卖的？一定还是外资卖的嘛。啊，一定是外资才会这么恶质啊！台积电压了7块钱下去，占指数占了59点，所以加权指数硬生生从涨130几点打回到剩66点，几乎来到今天相对的低档区。两天上来，轻388点，388，你也压唔到股票啊，真正是388。那如果押对宝，那就笑哈哈。我不知道你是388还是笑哈哈。你看押错宝，台积电两天大盘涨了388点，你如果是押台积电，那就真正388，对不对？连续两天还跌，你如果押联电，那是388。世界先进啊，赶快388。日月光啊，一样。涨不起来，联发科嘛，西压，这两天联发科也是无动于衷，联咏这两天还继续破底，所以你要压对宝才行。你如果压国巨也是，大盘两天起388点，国巨未叮当就未叮当，群创啊拢赶快。所以过年前跟大家讲，过年后全新的局面，你要跳脱过年前的思维，找全新的主流。你看你压对宝。笑哈哈，对，押对宝是不是笑哈哈？民安、大田是不是笑哈哈？大成钢，安尼两钢起10%，国桥两钢嘛笑哈哈，长荣两天涨了16%，阳明两天涨了16%，是不是押对宝笑哈哈，押错宝？的388，所以每一段时间每一段时间主流你要认清楚，大盘大归大盘，个股归个股。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杀尾盘，道琼对起200几点，台个变乌，收盘起1点，纳达克从涨1%到跌0.5%，美国股市也不会那样上去啦。在过年前的时候，我特别跟大家提到嘛。两日之内就会反转，果然两天见底上来。可是道琼目前月线跟半年线压在上方，大的套牢区、大的压力区叠加，所以道琼也会开始进入区间震荡。纳斯达克也是，纳斯达克这一波跌得很重，所以美国的电子股跌得很深啊。可是弹上来马上面临年线跟月线重叠的压力，所以纳达克也会进入筑底期，所以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电子股的部分，爱注意。我们来谈台北股市的部分，台北股市两天涨了388点上来，这次 OTC 跌得更重， OTC 在过年前跌了 11%， 相当于加权指数跌了2000点。那为什么两天能够涨那么快？因为过年前想卖都杀出来了嘛，外资在过年前7个交易日卖了1160几亿，昨天外资又卖了64亿，今天外资又继续卖24亿。那你想，外资卖了那么多的股票，外资从过年前到过年后卖了1200亿的股票，转不拢买家啊，全部都卖在这里，它会让行情那么快就上去吗？但指标在低档区有利弹升，可是外资大卖之后，这个行情大盘的部分你仔细听，参谋跨卖啦，我看大盘一向是很准哦。外资卖了1229亿，拢不会加来的啊，到今天还是在卖，所以整个行情二月份我个人的判断会是以区间震荡为主啊，会以区间震荡为主个股表现，所以指数不用管它。重点在选对族群，选对股票。
明天压回的机会大，趁压回下去布局。我今天特别把时间周期的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哦。这是加权指数时间周期的部分，第一波涨了36天，震荡压回64天，正好是 double 的时间。那紧接着两个波段，第一段涨33天，震荡做第二个头又是33天，加起来正好又是64天。所以最近这半年多来，台北股市在走33的周期循环， double 64。那目前刚开始，时间还不够。一月份的下跌也不过才20天左右而已，20天不到而已。所以整个时间目前还在回档周期里面。所以行情要直接再攻上去，我哈紧。原则上会像我刚刚所讲的，以震荡打底为主。所以李给分的台北股市以震荡为主。但不影响操作，不影响获利。你只要押对宝啊，一样可以笑开怀。买对族群一样 30%,50% 继续赚。我们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的行情。今天台北股市电子股很多跌升反弹。早上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谈过，有钱有行情，没钱没行情。电子股间成交市值已经降到 54.2%, 资金比重降到 54%。 那资金比重降到 54%, 很显然的资金从电子股退了出来。所以很多电子股是跌升的反弹，如果只是反弹刚能刚，你做会的没意义嘛，对不对？股票要买，你要让它有持久性，咕咕等等啊，不要看到墙一追进去，两天后马上打下来，你又套住了啊，做又能刚，行情都没意义啊。所以电子股开始慢慢在退潮，资金很明显流向航股的部分。电子股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哦。今天航股 25.9%。哇，好久没看到了。最近这几个月里面，航股往往都只有 10% 上下，多一点 13%、14%, 今天冲到 25.9%。 那航股冲到 25.9%, 已经有重回主流的味道了。之前那一波涨那么凶，航股都维持在 23% 以上。所以航股当时能够一帆风顺，让 KIA 这样管。那现在开始似乎又有那个味道。长荣阳明昨天涨停之后，今天长荣阳明又继续涨，盘中一度涨到 6%,7%, 那万海一度攻到涨停板，今天航股成为资金的焦点。但这里面当冲很多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当冲多震荡会剧烈，所以卖对管来再来 Q。 我在过年前的时候特别有跟大家提到，长荣阳明的时间周期到了，爱注意33天，这是阳明涨33天，压回33天，正好年线铺在下面啊，正好年线铺在下面，那果然时间一到，妈熊能又能刚。长荣也是涨33天，压回34天，年线铺在下面，果然时间一到，马上大涨两天。那不是长荣跟阳明涨啊，整个国际的海运股这两天表现都不错。昨天马士基涨 1%, 赫伯罗特昨天涨了 3.3%, 今天日本的海运股三井涨 3.5%, 游船涨 3.6%, 川崎涨 6.2%, 整个亚洲海运股今天都很强，连一直都很疲态的南韩现代商船今天也大涨了 5.1%,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，韩股走强是没问题的。那基本面就不用我多说了啦。基本面长荣阳明去年每股获利起码都45块以上，本益才两倍而已。本益才两倍。之前不涨是因为时间还没到。那现在时间到了。现在时间到了就开始换成他们的天下了。所以长荣阳明明天有蹲下来，后面两天有苦来，你要扣要紧落扣才可以。好，钢铁股的部分今天占成交比重 1.9%, 没涨那么强。那虽然没有昨天那么强，整个钢铁股的气势不容你忽视。因为钢铁股的行情报价持续在走高。有的部分等一下再来谈哦。
你看钢铁股的部分，美国铝业已经创21年新高了。这里面最大的股东啊，这边最大的股东当然就是大成钢。我在过年前的时候，钢铁股不是现在才讲，我过年前我有一直在您讲啊。啊，过年前我就一直跟大家讲了。美铝，铝的报价持续走高，创了11年新高，库存从545万吨现在已经降到剩多少？剩77万吨啊。库存降到剩下五分之一，那行情萎歪啦。昨天铝又涨 2.3%。另外一个镍现在已经涨到2万4千美元了，从1万1000美元涨到2万4千美元，起一波啊。库存也从46万吨现在已经剩下不到8万吨，也是剩下五分之一不到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跟铝跟镍有关系的那就是大成钢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族群里面你不需要射飞镖，你也不需要一网打尽，找最重要的一只股票。国内最大的铝跟镍制造商，美国最大的铝镍经销商就是大成钢。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美铝已经飙了11倍了，快12倍了。美铝的最大股东大成钢完全没去，获利还创新高。对，你看一下子公司美铝，子公司美铝这段期间飙翻天了。对，子公司美铝已经飙翻天了，飙了11倍了。昨天外资卖64亿，买超第二名就是大成钢。啊，我过年前就开始讲啊，对，我过年前44块咱就开始买啊。我知道很多人有跟。有跟的你就很开心啊，有跟的你就很开心。连续两天钢铁股已经开始在酝酿中了。最重要的一只股票就是大成钢啊，就是大成钢。这都开始了哦。我找的都是底部的股票，尤其是赚大钱的，咱不会欧北小飞镖。我们不会随着市场起舞给你起什么的攻什么。啊，隔天又涨另外的族群，又涨另外的族群，这样只是乱射飞镖，随着市场乱追股票，那都不好。其实长荣、中鸿也不错啦，啊，中鸿也不错，中鸿去年获利也不错，嘛是完全拢无去。可是以铝跟镍为重点的话，那当然就是非大成钢莫属了。啊，所以大成钢领先指标，哎，特别注意。昨天外资买超。在钢铁股的部分也是在大成钢身上。今天塑胶股相对没有昨天那么强啊，今天是小涨，可是不容你忽视的，油价持续在上涨。目前乌拉克、俄罗斯啊，跟乌克兰随时都有打起来的危机，所以油价一直在涨。你看过年前我特别跟大家讲。油价在83美元的时候我就预告了，市场在看125美元哦，现在已经涨到93美元了。你知道最近这几个月里面美国股市最强的焦点在哪里？美国股市最强的焦点，埃克森美孚、英国皇家石油、哈利伯顿，这是天然气全球最大供应商，雪佛龙，美国的石油股涨翻天，台湾的塑胶股都没叮当。资金只要一流入，塑胶股你不要错过啊，你不要忽视。其实塑胶股去年获利也很强啊，台塑、南亚、台化、古尼都探起了高分低耶。那昨天也开始出现第一根的上涨，所以塑胶股后来你们要注意，塑胶股里面。我认为国桥值得你留意，国桥去年前三季每股获利已经高达五块半了，前三季五块半，全年挑战七块钱，都剩无七块，六块一定有的嘛，对不对？六块钱的获利，股价才28块钱而已，这种股票买你也袂输啊，对打去。那一旦资金转进来，随着油价的上涨，
随着美国石油公司的大涨，这股票大起是值得期待的。所以过年前就跟大家讲过，过年后有全新的局面，跟过年前的股票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过年前开始布局航运股、高尔夫球杆啊，包括钢铁股、大成钢。你看过年后加股票转不转起来？我们过年前卖掉的股票、电子股，过年后完全起不来啊！行情就是这样，大盘是一个方向，类股不断轮动，每段时间你要掌握新的主流，你才不会押错宝啊！你才不会对不丢去。高尔夫球杆我就不多说了啦，因为它是属于筹码型的个股，量很少，有地你就得走，啊，没地有压回都可以买。每年第一季的行情都是高尔夫球杆营运旺季的时候。大成钢股你一个有机会赚到21块，民安股你一个有人赚到高口银，一月营收发布出来绝对又是开高行情，因为每年一月营收都是年度最高的行情，所以这两天营收一发布有个冲跌，北米都很低啊，北米都很低。那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，电子股间市场资金已经释出来了，中国的4%而已。那这里面外资之前喊最大声的股票反而变成最弱的个股，台积电我昨天特别给大家看过，在 ADR 的部分已经跌到12月的低点了，台积电 ADR 部分已经跌到12月的低点了，联电 ADR 已经跌到去年7月低点了，日月光 ADR 已经跌到去年10月低点了，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股票会有威胁。那奇景光电也回到起涨点了，所以对于面板驱动 IC 的个股都会形成一股压力。所以台积电外资一直在卖，我给你已经有供给啊，外资喊1035，我就说指数恐怕没有那么多的空间让它表现，卖一堆管单来个供，台积电过修蛋的卖给，等到可以接的时候，我会出手。联电也是啊，当时联电涨上来的时候，65、66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讲过，前面套了60万张，这里量不够，洗不开，唔好去堆哦。你看，又被我讲对了，过去他供掉啊，卖给啦。日月光基本面很强，可是被台积电跟联电给压住啊，日月光还是会震荡打底。日月光这边的时间周期也很漂亮哦，这时间还未行完，但行完也是 Q， 我给带你 Q 啊，不要急。电子股资金退潮之后，很多股票跌升反弹，你买去抢，再忍耐一下，等到天时地利人和时间搞，等住过被接手的时候，我再带大家买回来。你看联发科财报利多也是起不行，也是涨不动啊。对，联咏我们535买535卖的，有水吗？你看奇景光电都跌到起涨点了，这两天联咏持续在跌，基本面够强，问题主流已经不在他身上了，所以你只能等下一次的机会，不要急啦。今天比特币概念股是最强的焦点，旺宏今天就比较强，所以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过，晶圆制造你要注意的话，我个人看好旺宏。旺宏财报发布出来之后，果然跟我预告的一样 ,6.48。旺宏有机会攻。记忆体的部分今天华邦电也起来了，南亚科昨天已经大涨了，今天继续涨。所以电子股的部分你有兴趣，记忆体这一组你可以优先锁定注意。那今天电子股里面最强的，那莫过于就是在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。你看比特币概念股间青云、汉讯、立台、印泰都涨停，因为这个族群最近也跌很深，过年前也跌很重，那跌深反弹加上比特币昨天已经涨到44,000美元，所以涨但是有道理的。今天连技嘉也连续涨两天，技嘉连续起两天，我是还没有买进去啦，我155块卖掉，因为我算时间还没有结束，算时间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也不急着追高，
但也有可能会被他洗掉，那也无所谓，还有很多其他股票可以选择。原则上我以不追高为原则啊，反正华硕这五来你爱金 Q， 比特币概念股里面受惠最大的还是华硕啊，所以华硕这样个股要特别注意。你看涨高的股票，今天泰鼎就跌停板了。基本面好，问题是你要在低档区，如果在高档再发布利多，那利多往往会变成利多出尽，反而是危险啊！等到给它危险跌。今天国巨涨两块半，唔好急哦。在500、530号叫您跟造，唔好急哦。因为日本太阳诱电跟春田制作所股价还持续走低，我们来看一下太阳诱电。太阳诱电股价还在继续创低，这个对于国巨来说会形成威胁。昨天跌了 10%， 今天又跌了 1.5%， 已经跌破起涨点了。所以国巨基本面没问题，可是日本的大厂在跌，国巨随时还是有走低的机会。啊，管电不会什么金水，近年七八块叫您 Q， 也是很安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个股、类股在轮动，有些基本面好的没办法。时不我与啦，喜忌无敌的心胸，他要表现可能就要压抑一段时间。联咏国巨这块弄个 Q 都等来，或许卖给的啊，时机还没到，不要急。这两天跌最重的，那当然就是矽晶圆的部分。你看我们球星抬杠呢，所以养成不追高的习惯是对的。我经常跟大家讲，你要买底部，不要去追高。在股票市场，你想长长久久、孤孤等等探大钱，你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。买底部赚大钱的公司，卖去堆关，堆关嗡嗡，你拢会套回关店。那投机股、地雷股也不用去碰。像我们这样做，30%、50%好的时间，拢赚得到。啊，一年也免做几支，这样的方式，一年只要掌握个3到5次的机会。你一年赚个1倍2倍就很轻松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随着市场起舞，要有自己的看法，要有自己的分析。上市柜1700多家，你有很多的选择，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，一档一档慢慢做。我知道你们资料比较欠缺，那没关系，欢迎加入我的行列。股票我来吹，我只买底部的绩优股，咱一支一支来赚大钱。新的一年开始有全新的主流，你要押对宝，欢迎跟上我们脚步。我们的副专线02-2392-3988 02-2392-3988 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